晚上好，大家怎么那么快就进来了？有通知有那么快吗？还是有什么小方法，你们那么快就到直播间 ？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好久不见，礼拜二吗？礼拜一，好久不见。上班无声偷看你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谢谢野外采集，谢谢魔物讨伐，你第一个到。 Hello， 大家晚安，好久不见。今天礼拜五，明天放假，先挂着。好，Wilson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在画新的画。Hello， 小杰。嘟嘟嘟 ，Hello， 柔君。今天也有来看林毅。还在画画，我想说没事做，我只会画画，只会画很奇怪的画。晚上好哦，耳环是什么造型？史努比的造型 ，Hello AKA， 谢谢阿巴，谢谢阿巴，粉丝团 ，Hello 塔瓦哥，那只黄色的，黄色的，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它有名字吗？它有名字吗？谢谢星之冠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今天做了什么事？今天上课，今天也是上到下午四点。谢谢毛润子的星之冠，那个笔看起来好好用，可是我还蛮不会用这种毛笔。谢谢金佑的麦克风用笔做的。谢谢捕梦网，今天也是懒散的直播间，大家会不会睡着？晚上好，我的笔怎么好像少了很多，蛮可爱，谢谢糊涂塔克，慵懒风，对啊，超慵懒的，不在线上的零一。粉丝的垃圾车，他今天没有开播前，开播中突然出来。谢谢季风亮的枫叶，大家可以倒垃圾，大家可以倒垃圾了。
是马尾，很不马尾的马尾。空耳翻译，他就我就就出去。谢谢真情告白，还有 BGM 很吵 ，BGM 今天变天了，昨天跟前天超热的，大家觉得热吗？今天主题又是什么？懒散的主题。今天也没有主题，就是聊天讲废话，然后对，讲废话。后面居然在念，我不想念错啊，所以就干脆不要念，比较安全。这几天蛮热，超热，昨天超闷的，前天也超闷的，马上下大雨。哪里在下大雨啊？宜兰现在好天气。毛毛雨，桃园那就算北部。宜兰竟然没有下雨，没有下大雨。你不用上第八节课吗？今天没有啊，是礼拜四才有，礼拜四才有在上辅导课，会计的辅导课。被强制参加了，听到垃圾就是零一时间，只要听到垃圾车就知道是零一台，很好用。依旧随意的画作，我快画完了。很多成员都有安定的垃圾车音乐，因为垃圾车的音乐真的很大声啊，而且它一定要放到家里的大家都听得到，所以怎么可能没有垃圾车的声音？哈喽卡丘，有穿肤色丝袜，不然腿那么白，有打光。去到垃圾吗？我没有到垃圾。Hello 豆子酱，连中午都有。中午吗？可能他们那边比较早吧。台北超热，今天很热吗？今天还蛮凉的。现在念高一吗？我现在高二。你应该有变白吧？不知道欸，因为前两天很热，然后有太阳，我觉得我应该又黑了。你应该去台中玩了，去发卡。发一个小时，我还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，但是希望可以多晃一下。今天是猫派衣服，不是史努比。应该有变瘦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会努力的再把我的脸按进去。谢谢炼金密钥，谢谢超哥。和品还一起耶，对啊，临时参战。会去台中。Hello 阿华，等你来找我们。等你还能上交朋友吗？因为体育课之类的都会在外面呢、啊。谢谢玫瑰，谢谢在此拜个年。你一来发好人卡啊！我前礼拜三的时候晚上去公司练舞，然后。我有玩到那个偶像学院的机台，我有玩到偶像学院的机台，大家玩过了吗？突然追加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盛文会来吗？台中，来台中，就去高雄场。高雄场，高雄跟台中哪个比较远呢？江子龙老师机台吧。没有，他是就是一直插电，然后放在那边，然后想玩就可以玩这样。真的发到好远，高雄好远。会去台中场 ，Hello， 以前常玩，现在比较少玩。我以前没有玩过。你们玩会掉卡吗？没有掉卡，但是不用钱。就是，而且没有卡，我没有卡，所以我都让他们穿 T 恤跟，就是让他们穿 T 恤跳舞的。
三十号好久，三十号快了快了，下礼拜六。台中超远，大家要怎么去台中？坐高铁吗？火车？客运？有客运吗？晚上好哦，谢谢阳光，都是练习服，对，我让他穿练习服。坐客运比较省。骑摩托车，骑摩托车到那边油钱很贵，油钱很贵，上日语课无法去，加油，连林口都要去，希望能赶上。坐哪比较近？坐垃圾车去，你们跳上垃圾车，跳上垃圾车去台中。可以搭火车去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常搭火车啊。掉一张卡，嗯，我们公司的机台没有掉卡，就是它就是因为免钱吧，所以没有卡。但是它上面那个机台上面里面的卡片是新的，很想要把它那个你知道吗？把那个壳打开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它就这样被封印在机台里面。衣服好可爱哦，这件其实以前也有穿过，想拆下来。对啊，因为它那个卡都很闪亮，就是有种有种氪金跟没氪金的差别，非常的豪华。那一组卡很豪华、欸，封印解锁版。对，里面放的都是稀有卡，超稀有、超亮、会闪的那种。子红老师玩最多。有比林依闪吗？他比我闪很多，超闪。拆解系偶像收养了吗？希望可以拆啊，可是不知道公司有没有就是卡，因为我没有去问，我就直接玩那个不用换衣服的。可是他每次前面都要按超多超多，还要设定很多东西。不要乱拆，我不会拆公司的东西啊。想拆机台，我没有拆。去桃园单纯买卡时，有掉出一张稀有的，稀有的是只要有那种会闪的，就是稀有的吗？不是很懂、欸、我前天才知道，就是它卡有那个什么属性酷跟什么 sweet， 发型好看的乱入，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话题，对不对？哪种算稀有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是很懂那个，但是它下面好像有个数值吧，就是换分数越高的话，就越厉害，越厉害。跟小妹妹抢机台。他有没有在后面非常生气的看着你？他可能本来可以一直玩，但是后面有人排队，他压力太大，只好让给你。谢谢金佑的麦克风，偶像学员知识，用自己的卡玩。对啊，我也想要有卡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敢一个人去玩那个机台，因为。总是旁边都围绕着小孩子，异样的眼光看着你。尤其是我很常跟我妈一起去逛那种百货公司之类的大卖场之类的，就会有那种机台。然后你知道长那么大，然后妈妈在旁边看你玩那种游戏，一整个就很奇怪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自己玩过。
今天的课一样到九点吗？对，今天也到九点。还不习惯人群吗？我对，我不行。我前天吗？前天去台北的时候，就是在那个地下街，就是百货公司的地下街是美食街那种，就是会有很多椅子、很多座位，然后可以坐在那边吃饭。我那时候好像是下午吧，下午应该没什么人，就是不会客满的时间去那里，然后我就一直绕圈圈，我想要找到一个特别少人、比较边缘一点的位置，可是我找很久找不到，就是希望我的前方不会有人，左边不会有人，然后这一个九宫格不要有人，这样很困难，找不到。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可以面墙的座位，它是一个桌子，然后两个椅子，然后一个柱子，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就看着那个有墙壁的地方，我就坐在那边。学生餐厅吃饭想找角落，我想要找就是比较边缘的地方，可以买得到外面吃，可是有的东西不能就是走来走去吃，很不方便。和我一样，我也都找没人的角落，就是人少的地方有安全感。嘿，我现在我觉得我有进步了，我现在敢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但是我还没办法进阶到那种点餐系的，就是要点餐的东西，我还没跨越那一条线，还没有跨越那一条线，我现在还在拿东西付钱这个阶段，不会再上去了。你说半夜没人的便利商店吗？我是说，拿东西去结账这件事情。谢谢喝牛奶，买东西算进步啊？对啊，算进步啊！我一开始其实我买东西我会，就是如果跟别人一起去的话，就会请他帮我去结账，因为我不想要去柜台结账。对，会去超商啊，但是我不会自己去结账。对，我到现在也是，不太会自己去点餐，尤其是那种速食店很困难。我很不会点餐，看不懂那种点餐的系统，完全不知道。有什么阴影吗？没有阴影啊，就是单纯的习惯，习惯久了就会不想，不想。谢谢 Love You， 谢谢 Yamaka。秋红谷是什么？那你一定不会是去自助餐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对，我现在的依靠就是便利商店，跟就是那种只要自己拿然后付钱就好，这样不是那种要点餐，对我来讲很困难，因为我很怕我自己讲错，然后就会被问号，然后就尴尬尴尬，我很怕害怕尴尬。对，每次去那种麦当劳之类的，就会他不会有什么一号餐，然后什么套餐，然后什么，我就觉得我一定会讲错，然后听不懂，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不然就是我一定很问号他在讲什么，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什么 A 套餐、B 套餐，什么一二三，什么单点套。加大加多少钱？太困难，这个我不太 OK， 所以是选择障碍咯。选择障碍也有一点，对，像便利商店那种你就可以选超久，但是点餐那种就很，直接点图片，呵呵，可是有的很怎么说？有的很，那看电影或演唱会买票怎么办？
看电影的话，我不会去看电影啊，我演唱会用电脑买票，用电脑然后去便利商店，然后按机台，然后印下来结账这样。麦当劳点餐好复杂，我觉得那种素食店的点餐都很复杂，什么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、什么摩斯之类的那种素食店，而且他最近多了一种机台，就是麦当劳，他说拿什么卡，然后有那个机台，然后他就会叫你去机台点，然后我就一整个问号，我就问号。对，还好那时候跟我妈一起，所以还她点，不然我不知道我要点还是我要出去，我会停在那边。谢谢贵族玫瑰，超问好，幸好握手会没事，握手会不一样吧，简直是奇迹，不知道就是握手会是还好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。熟了以后，林一就不用面对店员。对啊，如果我会那个机台的话，重点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弄很久，然后那个什么服务员应该会站在旁边问号，然后看一看，然后可能会走过来说需要帮忙吗？我很害怕那个被服务生搭话，很怕被搭话，不行。因为握手会不用点餐，对，握手会不用点餐，就回复就好，回复。点餐比较难，这是人群恐惧吧？就是去服装店之类的买衣服的时候，那种小间的店面就会有。那个店员啊，他就会问需要帮你找个东西吗？然后这个可以试穿哦，要帮你拿什么？要帮你换新的吗？然后我就不用。然后每次去那种小店面的时候，就是走进去，你只要感觉到店员要往你这边走过来，我就会走出去店面的。我会直接走出去。我在其他人面前失败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，我怕尴尬，我怕很尴尬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他。讨厌店员一直问，就是，所以我每次买衣服我都挑那种很大件，然后店员不会去找你，像那种 Gap、Uniqlo 之类，什么，还有什么 HN。之类的那种很大间，然后你可以自由的走，然后可以慢慢的看，就是不会有店员去问你说想要什么衣服，可以帮你找这样。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随便试穿都没有人怕，对吧？因为我的空气突然安静，对，我很怕他尴尬。尤其是就是有的时候就会，你就是看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后面有一个眼神就一直盯着你看，然后你就很尴尬吗？不是，你就很在意那个眼神，就会觉得你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你算极度怕生吗？我不算极度怕生啊，不算吧。是我怕生还是 Mina 比较怕生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家里很的类型没有，我还是会出门呢，我还是会出门。被店员关心真的超尴尬，超尴尬。极度害臊，不确定，我不知道表妹应该比我好一点，因为她应该习惯了，就是自己出去，然后逛街买东西。Super shine， 去哪遇得到你？去哪都遇不到我。
我在外面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八个小时，不会超过六个小时。怕生属性，我都会逃跑就是有人要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尤其是店员啊，店员要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大概他要走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冲到外面去这样。我都会趁没有人的时候再去看。在家里放得开，在家里放得开，在家里是放得蛮开的，我很自在。有办法一整天不出门吗？当然有办法啊，暑假的时候几乎都是。你这样握手还可以吗？握手可以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以啊。我觉得当偶像跟我现在是个平凡人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，就是我私底下没办法，就是一个边缘人，对。但是不知道在 AKB 里面的话就还好，这个症状就不会发生，就不会成立。做事会不会不会害羞吗？我吗？不太会。谢谢阳光。本田原先双重人格，为什么是本田？都不敢接家里的电话，我不接不知道号码的电话。就像咸蛋超人胸口红灯在闪，应该差不多，就是你会觉得啊他要来了，然后就赶快离开这样。恭喜您入选吧，谢谢，谢谢阳光。快逃，对，然后就是其实还蛮方便，就是像是那种手摇饮料要点餐之类的。就是虽然你想喝，但是你不会去点，你不会去说我想要什么东西，然后什么半糖去冰，然后因为我一定会问好很久，我一定要先看很久菜单，然后才有办法决定。开关居然是当偶像，不喜欢接家里电话，家里电话还好，我家里没有电话。Hello， 早葵，很多自贩机的地方，我还蛮常买那种自动贩卖机，点餐 APP 就支援那种送餐之类的，默默用手指菜单的那种，我还是会讲啦，只是有时候因为戴口罩，我习惯戴口罩，然后就会因为看不到嘴型，所以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而且有时候因为太久没开口，所以一时会声音会出不来，所以很小声，然后就会，所以我每次讲话会就是往前，因为我怕他听不到，我会往前讲话，没人打扰。现在跟学校在广州游学中，应该不会看好这样。翅膀沙加油！游学中，太久没开口，一定会竞选啊！因为没有林一的选拔不算选拔，希望下一代也可以进。我本来也不敢开口跟店员点东西，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我还没习惯这个东西。现在应该是手摇还可以勉强可以，就是，就是我固定的那一个。那一间店我知道有什么，然后我只喝那个东西，我就不会思考那么久。而且我通常是说我想要喝的话我才会走过去，不是说看到然后想喝这样。所以那个是二单还是之后会有真的二单呢？它是二单，对，芋圆糖吗？对啊，芋圆糖啊，就是我知道它对我来说，它就是只有那个饮料。然后我想喝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讲，就是你不会不知道怎么讲这样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间店，就是你知道怎么点，所以已经习惯了。
怕选择困难被人发现。上次跟成员一起出去吧，然后就不知道有谁知道我选择困难是非常严重的那种，好像雨林吧，雨林跟我去那个711，他跟我去711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要买午餐，然后我就在想我午餐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看很久，然后他也看很久，然后他选好了，然后我还在想，然后他就说他没有看过选那么久的人，他说之前他跟其他成员去便利商店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很快就拿然后结账，然后他都是选最慢的那个，结果我就我比他还慢，就是我会想那个是我会想要选便宜的还是要选热量好少的，还是要选想吃的还是选比较便宜的，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。那柏林那次也都是柏林帮忙点，柏林那次你说他来宜兰吗？步行皆自由行，全买，没有钱，选了20分钟算久吗？应该大概吧，差不多吧，我可以在小七逛很久，就一直绕圈圈，就是在饭团跟微波食品之类的那附近一直绕圈圈，然后就看一下关东煮，看一下茶叶蛋，然后看一下玉饭团，再看一下那个微波食品，看一下三明治，看一下生菜沙拉，然后就一直绕圈。你有推荐他什么啊？我本来是想说买那个葱，就是里面包葱的一个饼嘛，烧饼，不知道。但是因为下雨吧，然后他们还蛮饱的，所以就没有买。有啊，他们有买芋圆糖，我有叫他们买。全家更好逛，我觉得711比较好逛，因为我觉得全家比较贵。三星葱饼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不是不吃葱吗？我觉得那个还蛮好吃的。还有奶冻卷，有，我有叫他们买。谢谢枫叶，711。你选的比谁久？选的比雨林还久。我好像每次都是点菜点东西点最久的。谢谢世新的新之冠。包心粉圆外面那间葱馅饼，包心粉圆外面，包心粉圆外面，捞金鱼旁边，捞金鱼的旁边，结果什么都没买就走。我猜你有过，我有过，尤其是去全家吧，我发现去全家我会比较问号，就是因为很贵。然后我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我就会在那边一直找，然后想说还是不要吃好了。还蛮常在 Seven 然后绕很久，然后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吃，还是我忍一下，还是我喝水就好了，这样。记忆比较贵，我觉得全家蛮贵的。71饭团，我也喜欢71的饭团。71的饭团，这样逛漫画店也会很久吗？当然会很久啊，逛什么东西都很久，就是我没办法决定。逛衣服也是啊，就是我会一直翻，然后看，然后思考，然后考虑。考虑，然后无法决定，这样最后还是无法决定，然后就会变成什么都不买，然后就离开。发
太能吃什么口味，我通常都吃尾鱼，尾鱼或鸡肉饭。去小七比较习惯，我上次吃了一次全家的饭团，我觉得很那个海苔很软，我不喜欢。省钱。台中场除了你有还有品涵，品涵全家甜点类已经，对，全家的甜点是真的蛮好吃，那种什么蛋糕，嗯，泡芙。晚上好，全家饭团超母汤，我觉得全家饭团有点可怕。我好不容易决定买了，结果最后一个被人拿走，我猜你也有，没有这样过，没有这样过，通常没有刚好最后一个。泡芙真心不错，不太吃茶叶蛋，我还蛮常吃茶叶蛋，但是像是有时候晚上饿的时候要坐车回宜兰，我就会想吃茶叶蛋，因为我想说茶叶蛋应该是便利商店里面最没有罪恶感的东西，然后可以饱足感，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买茶叶蛋，可是等一下上车全车上都是我的茶叶蛋的味道，然后就想说算了，我就不会买，因为如果是我在车上然后有人在吃茶叶蛋的话，我一定很不舒服，因为味道很重。但是你应该也不接受人家的建议。我接受啊，我接受。我那一天就是在七一跟雨林在想要吃什么午餐，然后雨林就选好，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想要吃什么，我说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然后他就说不然你吃这个好了，我说好啊，那我就吃这个，然后我就这样去拿他去结账，然后我的午餐就吃那个。那买鸡排上去，不是啊，就是很重的味道，我无法。谢谢炼金秘药，搭客运回宜兰，对，坐车回宜兰。晚上好，上好哦。晚安，晚安。谢谢博茂网，那可以买果实的是什么优格吗？我会吃那个无糖的优格，无糖的有蜂蜜的那个，我会吃那个。谢谢蜂蜜柠檬水。那敢自己坐车吗？敢啊。敢啊，敢自己坐车，是不是都坐那种单人座？当然是坐单人座啊，就会你排队，然后你看，我已经就是了解多长的长度大概可以坐在什么位置，所以如果我排很后面，我就会等下一班车，这样才有办法坐到单人座，不然双人座很要找有女生坐在旁边。有搭车撞到粉丝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人间观察之幽灵公车，台湾应该没有人间观察。谜样坚持，什么谜样坚持？谢谢傅伟的麦克风。旁边做帅哥可以吗？不行。谢谢亚玛卡的枫叶。大车撞到粉丝，出车祸。旁边做妈妈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因为我知道她是妈妈。我要认识的人，要认识的人。台中场活动在几楼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在几楼，我也不知道老虎城在哪里。被你撞到，你可以
甩头发甩到，甩被头发甩到真的是很痛，超痛。翻译吗？我不甩，不是好吗？不是好吗？我本来就不是看脸的。谢谢谢谢兔子奖的礼物。走心的老虎曾在招草马，草马完全不知道草马是什么地方。现在真的又生气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生气啊。我刚刚有生气吗？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讲。用头发甩你，我的头发还蛮厚的，这个甩还蛮痛的。难报林一不看脸，林一看。那个平均平均平均值。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亚马卡的蓝色应援棒。逢甲夜市不远，逢甲夜市不知道逢甲夜市在很痛，但是想被你甩，大家买假发自己甩。到时候会在台中玩吗？不知道耶，希望有时间，不然去台中一个小时，然后就要回来，很空虚，超空虚。没去过逢甲夜市，我好像去过碧旅的吧，碧旅好像都会去那里，应该有吧，应该有吧。谢谢枫叶，你不看脸蛋听声音，我喜欢会好笑的人，我喜欢好笑的人。好笑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就是平均值，然后就是加分加分，会什么加分这样的感觉。长相好笑，不知道，整个人吧，开心的人，会长得开心，很开心的人。可以去史努比餐厅，你说在台中吗？可以去吗？好想去哦，可以吗？身高180以上，没有单看身高啊。有哪些加分项？像是会唱歌、会乐器、会跳舞、会画画、会怎样，会什么，会反正就是会什么才艺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白天的夜市白天没有开吧。会讲笑话，会讲笑话，可是我不喜欢也不是说我不喜欢笑话，但是我发现人家讲笑话我不太会，不太有反应，因为我其实反应不快。做广播操，姑姑姐姐会溜溜球，会溜溜球。妈妈加一百，对啊，喜欢妈妈，喜欢妈妈加100分。对，我的梦想是找到跟我有同号的人，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困难。反应不快。就是人家讲笑话，然后大家笑得很开心，我就是一个问号，然后他刚刚讲的笑话到底是在笑什么，我没办法理解。就是我的笑点是很奇怪的笑点，就是前天品涵就突然说，欸，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哦，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先笑，然后他讲完笑话之后，但是我没有笑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刚刚前面说你要讲笑话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笑。谢谢炼金米啊，谢谢北原神推，全部的人变妈妈粉，很好啊，我很希望我的粉丝都认识妈妈，这样我们话题就永远用不完。鲁松的笑话也只有阿潘笑。有需要可以打车子电话，你
品涵说笑话就是笑点，对啊，品涵说笑话就是很好笑。他突然说，他突然不知道讲什么，然后突然就说他要说笑话。找同好就是想要找同好。该说演唱会 DVD， 你说 Mamo 的演唱会 DVD 吗？可是你们应该不用说吧？就网络上那种剪辑的演唱会片段看一看，就挺不错的啦。大家如果有去了解的话，都是配要自带演绎的角色。笑点就是笑话两个字，说什么笑话？他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，我忘记他。他说什么、啊？他的笑话是什么东西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他讲什么。妈妈的歌不错，想拿去拍表演。妈妈是那个日本的声优，他叫宫野真守。你喜欢看《命运石之门》吗？我没有看《命运石之门》，但是我知道他有配音。我现在就是知道他有配音，但是我没有看，因为我就是对那个动漫没有兴趣。日剧里也很搞笑，对，就是搞笑的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谢谢傅伟的礼物，要开始安利了吗？我安利吗？我安利你们会不会转台啊？我觉得我上次修润还是 Like Me 就是拼命的在讲妈妈，拼命的在讲妈妈。粉丝追动漫追起来，追那个声优见面会。谢谢早安抱抱，谢谢。小晴会转台，对，小晴会转台，他会瞬间消失。熏陶，对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每年的演唱会，每年的巡回。就是在日本各地的演唱会都会，就是他的演唱会会有固定会有一个小短剧，就是类似喜剧的那种小短剧，每次都很期待那个小短剧，然后我就会买那个 DVD， 然后回去看那个，就是为了要看那个小短剧，我去买 DVD。就是我觉得整场演唱会的精华就是小短剧。同学，你有听过妈妈吗？我不会去问人家说你有听过妈妈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过妈妈。你有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那是新出的、啊。我渐渐的脱离了动漫圈。对，我最近很久没有看动漫。妈妈要从哪边入坑比较好？如果是想要从声优去认识的话，就是看声优见面会。如果单纯看他这个人，就是去看他的演唱会。这样已经是去年的，真的吗？我已经脱离动漫那么久了吗？1500买三分钟短剧赚，没有啦。但是我还是想看演唱会，但是我很期待他，因为他每年的风格都不一样，所以很期待。门槛有点高，是不是都喜欢动漫？对啊 ，Hello 娜娜，像是他有演过默剧，还有演过默剧，还有那种歌舞剧、喜剧那种。很像综艺节目那种，也有小剧场，就是小剧场各种。H 大好き，谢谢。喜欢小孩吗？我不太喜欢小孩。忘记当初林一怎么犯上妈妈的，我是先看了 YouTube 上面刚好就是他有推荐，然后就跳了一个。声优见面会是黑执事的，好像是马戏团那一季的见面会，然后我就点进去看，因为我有看黑执事，然后就点进去看，然后就那时候因为完全不认识
声优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里面的声优是谁，然后完全不知道谁配谁，然后就看那个声优见面会。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喜欢，没有喜欢，然后大概看了三次吧，那个见面会我看了三次吧，然后就记得哪个角色谁配哪个角色，然后才发现妈妈，就其实第一次有发现，但是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，就想说这人戏很多，就是很问号的一个存在，然后看久了就喜欢上了。对，其实第一开始就是这人很烦。你可以摆一下 pose 吗？什么 pose 啊？很闹吗？超闹，超闹，就是他一出场就是超闹，所以他大概开场不到几分钟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是一见钟情，不是一见钟情，是先疑问，然后觉得烦，觉得烦躁，就是有种觉得很轻浮的感觉，对吧？因为他那一场穿得很花花公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看看就好。我那时候就觉得看看就好，就看完了三次吧。我某天看了一次，然后第二天看了第二次，然后再来又看了第三次，然后才觉得这个人很可爱，很好笑，然后觉得就是很有趣这样，然后就喜欢，然后就去看各个声优见面会，就去看他的维基百科，然后看他有配什么音啊，然后有什么什么，然后知道他有配什么，然后再回去看那个动漫这样。看到你觉得看看就好，一开始没看就越看越喜欢。对 ，Hello， 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反而更容易加分，起点低反而更容易加分，不知道哎，觉得整个很乐天，很乐天，就是你看他，就是看这个人就是会很开心，就是心情会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时候不知道干嘛，我就听他的广播，就是他有一个广播节目，然后每次就是听到他笑，我虽然不知道他在笑什么，但是他一笑我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我来看林一。Hello， 丽达，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妈妈的维基都林一写的，不是我写，不是我写，是我写的，怎么可能？我去看，心情也会很好。你在外面干嘛？妹还没回家。我刚刚听到她的脚步声，有点沉重。她这样就是入坑了。尔丽塔有照片耶，尔丽塔。偷 diss 谁？我 diss 谁？我 diss 她吗？变胖的关系啊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很用力的踩了地板的感觉。你好可爱，谢谢。还没八点，今天时间过得真缓慢。就是说猫咪可爱啊，不然呢？地震，没有地震啊，我说他的脚步声非常的沉重。他直接杀进来，他杀进来他也不能拿我怎么办。他不能拿我怎么办。大家开始聊起猫咪。大家有去买那个票吗？4月20日那个 Super Ben， 谢谢帅员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
您家有猫，您家没有猫，我们家没有猫，是野猫，外面的猫。他也喜欢妈母吗？他应该看腻了我，我每次看妈母，他就有看妈母这样，对，他的反应。你会参加吗？会啊，会啊。买了2800的有哦，我传单。那你买票了吗？喜欢蝴蝶犬的发型吗？嗯，看情况，有的绑得很奇怪，我就不喜欢。买了哦，大家买了吗？嗯，4月20礼拜几？礼拜六吗？去买2000吧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来看演唱会，来看演唱会，看我们表演。我们很久没有那种演唱会，虽然是联合啦，但是还是可以来看呢、啊。可以来看，大家要来，有空的话欢迎来一下。会表演多久啊？放心，一定满足，应该吧。演唱会嘛。啊，再犹豫好了，直接从赤土就算。大家来，记得要来哦。现在要来哦，我觉得应该算划算吧，我觉得啦，你看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很多表演可以看，很多表演可以看。对啊，说不定二单会在这上面呢，大家要不要来？大家要不要考虑来看一下？要不要考虑一下来看一下？就冲着可能二单会在上面啊，然后再听一次勇往直前啊，大家可以来，然后快点，不能台下跳，你们可以在台下嗨啊，嗨起来，你们可以嗨上半身就好，就是坐着。我们演唱会这个叫 Super Band 团团转演唱会，在4月20号晚上7:30，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然后有座位，还有化位区 ，TICC 2800简直佛前。因为之前听好几次，大家今年应该还没有听很多次吧？大家可以再听一下，是不是那个 YouTube 已经看腻了？现场没有表演很多次吧？有吗？大家可以再看一下。出第二专辑了吗？选拔已经公布在我们的 AKB48 Team TP 的官网上面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每天必听，每天必听。人在云林，知道当地脏，要嗨起来。刷还没刷到崩溃，听了60万次，都是你听的吗？来看一下演唱会，这个机会不多，演唱会可以看到我们在演唱会是这个机会不多，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，就去吧，大家相信你们可以的，快去啊！很棒的东西庆祝联谊竞选吗？很棒的东西有什么？有提示吗？在步行街没有什么看上，就在路旁看了半小时。联谊购物台，大家可以记得小 U QR code， 太模糊，完全找不到。要跳槽了，拜拜，信伟。专属的车车，他怎么还在外面走？我妈刚刚很过分，她买了一堆现金叫我喝，
难过。起床号樱花瓣晚安曲还蛮适合的，你需要一个午睡的曲子，午休可以听的曲子，补肝啊，补肝吗？他跟我讲说补那个，让我记忆力变好。4月20号出国，可恶，不能去。去哪里？去日本吗？准备转台。拜拜，吃吧嫂，吃吧嫂。会被当当当吓死。勇往直前，直接跳副歌这样。吃鱼肝油，我小时候吃过，我已经忘记那是什么味道，很可怕。咸金。还有吗？健康食品感觉就超难喝的。嗯，他根本没有写功效啊。没有，他没有写。先不要撞活动，也分享这个演唱会哦，希望大家可以来。推荐一下，抓个朋友来看一个演唱会。1罐69贵贵的，可是它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它的包装有点破破烂烂。Gang 现在好多了，喝喝看，我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行。这个现在可以喝吗？可以直接饮用。是不太好喝，对啊，那感觉就很逆时钟方向旋转，会听到玻璃声，但请勿握到安全环。感觉就超好喝啦、啊，鸡精吗？鲜精，我妈都说这个很难喝了，她还叫我喝这个，好臭，这是纸盒的味道。蛤蜊汤加蒜头味，真的吗？可是他说很难喝哎、欸，可以吗？现在这个时间喝是可以的吗？好吐，好吐哦！不想，为什么要叫你喝？他说段考快要到了，你都当天早上才在看科目，我怕你记忆力不太好，所以你要给我喝鲜精。他这样讲。一口吞是什么个东西？啊，好可怕、哦，好可怕哦！啊！他进猪丸，怕，好臭、哦，什么味道？他爆出来了，他爆出来了啊！什么味道？海的味道，好浪费零点零，没有，只有滴一点点。嗯，怎么开、啊？好臭！好臭哦！我喝完晚上会病病方方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需要水。我需要个水，喝完可以跳一场公演，真的吗？有那么有效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味道很重哎，哇，超可怕！我觉得我在喝毒药的感觉，我觉得我有种要喝毒药的感觉。我现在是在怎么惩罚我自己吗？味道哇、哦！谢谢掌声鼓励。我喝完再给我，我喝完再给我。前进就是补充精力啊哈！
鼻子，捏住鼻子吞不下去，怎么办？说不出来的，说不出来的味道。哎呀！叫了丽塔来处理，他怎么可能敢喝这个？他比我还挑食。谢谢谢谢英文棒，我喝，好，我喝，我考虑一下，我考虑一下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掌声鼓励。你有喝到？我有沾到一点点。啊啦啦啦啦！这就跟我吃感冒药的那个差不多，跟我喝那个感冒糖浆的情况差不多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一口干啊！我好，我努力，我努力啊！哦哟！庆祝，这是要庆祝什么？这是要庆祝我进二单吗？这样我下一单也会进是吗？不要，我不要喝这个。我一直沾到。结果水先喝完，我又把我口红擦掉，我一直喝到我的口。我已经三分钟过去了，三分钟过去了。我喝，我要喝喽，哎，不的，好，我喝，等一下，好冷。找表妹来跟我一起喝吧，我觉得她应该会喝吧，我觉得她应该会喝着。哎，来补一下咸金。我们慢一会，提拉米苏就要跟你一起吃。快点，我们一起喝。我们一起喝，陪我喝。不要，陪我喝，过来。我要拿我的充电器。我帮他开他，这样他就要喝。表妹来，你不要帮我开哦。我开了。不要，我不会。不要。我开了。没有啊。不要。我开了。你自己开，你自己喝。你喝掉。我不要。我不管。我也不管。你这个感冒那么久，它还没好。快点。我想登进去吗？快点。我不要。喝。那一看就知道很难喝。他们说很好喝。很好喝，那就送给他们吧。把你喝过的，快点！你是要补脑？我不需要。你这个笨蛋！我已经没救了，不需要。我已经好很多了。你没有，给我喝。不要。快点，我们一起喝。不要。我们干杯。我不要跟你干杯。快点啊 ！No。No。快点。No。快点。不要。
我只想吃我的提拉米苏。哎呦，有菜刀哎！你先喝。不要。我不能入境哎。快点。不要。快点。不要。快点。还是我的草莓好喝。哎，把我的草莓还给我！快点了，我没钱。啊！你都进来了吗？一起喝啊！哦，早知道是不要进来，等你直播完再进来。哇，好臭啊、哦！快点，快点，我你喝下去我就喝。不要，你自己要喝过我屁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喝了我就喝。你喝我就把我的草莓还给我。喝完给你枫叶。李雨欣，喝完 ，Go。那你喝完了，快点！不要，闻起来好恶心、啊。快点！不要，这闻起来好恶心，好臭、哦！快点啦！它好像是那个玉米那些给搞在一起，然后再丢进玉米。好，好、哦。我、哦、好想吐哦！不能接受。快点！你喝了我就喝。发现什么奇怪的这样？给我不要，给我真的很恶心，我怕我会吐。你吐给我看。我不，我的天哪！我拿桶子给你。我的天哪！哦，喝哪都开，快点。自己开的自己喝。我帮你开的。啊，你是不是你自己开的？我招待你。我不需要。我招待你。我不要。快点啦！不要。哦，天哪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喝一口了。啊，不行，你要喝完。你喝完我就喝完。不要，我要吃我的提拉米苏。我提拉米苏嘞？为什么连我提拉米苏也不见了？你喝完就可以吃了，你喝完就可以吃了，快点。不要。快点啦！喝的时候要一口气。好难喝，我不要。太难喝了。这是我史上喝过最难喝的。快点喝。那个什么啊？四物。对，四物饮都比这好喝。你最好，快点。不对，四物饮也很难喝。你先喝，我就喝。你先喝完，然后你就可以吃。不要。你就可以，你可以赶快，不要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要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我要走了。你不行。我要走了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喝，快点！你都摸过了，你都沾过了，你要喝完。我留到明年再喝。不行。哇！哎，你现在卡住是闭眼睛状态的。谢谢掌声鼓励。是你网路太慢。明明都剁嘴而已啊！对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不要，干杯！不要，干杯！不要，你很任性耶！你加油！我不要跟你干杯！快点！干杯就是要喝的！快点啦！我就是不要喝！屁孩！哇！我天哪！你还在狂灌水！我在等你啊，不用，快点浪费我的时间。是你自己要拖时间的，你要喝你自己喝。快点，不要，太，不要，快点，你喝完你就可以喝你的奶茶。我为什么进来？快点，你让我，你生日我送你好的。送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喝完我送你。哦，天啊，好大杯哦，也太大杯了吧！哦，我也要喝啊，我也要喝。好咸哦！我也觉得好咸。那你加水，我帮你加奶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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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太多了，加太多。你让我喝奶茶，加一口这个。
什么叫做奶茶加一口？一口这个，一口奶茶。你喝完再喝奶茶。哦，那你先放我旁边，帮我泡，我会这样子就白兰氏是白最讨厌的东西。白兰，表妹想要火箭。不用，我不需要。快点！我也不想喝啊，我也不想。它是蛤蟆的汤，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拿去煮热？问我吗？叫他上来煮。我咳嗽好了哟。又甜又咸，很难喝啦。快点，我们一起倒奶茶一起喝。倒进奶茶一起喝。你倒，你准备就回。我还没喝就想吐。我们一起。我不能，是太咸了。这样他让我去洗肾怎么办？不会啊，孩子啊，怎么可能会洗？你刚。啊？那个没问题吧？这个没问题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有严重肝病、肾病吗？你有痛？没有，所以我不用喝。你有痛风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不用喝。是有这个不能喝。哦。哦，我都有，所以我不能。你没有，你没有。喝这个要干嘛？喝这个要干嘛？补脑、补肝。啊，没有补内内。补血。补血就会有内内。补血月经会流很多吧？不会。让你健康一点，这样你口红就不用擦那么红。快点！好大啦！我不需要变漂亮，内容越来越母汤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还不完，快点。我们拖好久，拖了十分钟。好吃哦，不行，我需要喝我的草莓牛奶。快点，哦。我喝哦，我喝完你要喝哦。不要！我什么时候？你喝我给你礼物。你画的好可爱哦。你喝我给你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至少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那种 ，you know？ Surprise？ 为什么还要给你 surprise？ 好，不然你至少要跟我说，表姐握手十秒，我从小握到大呢。从小握到大的，那差就十秒。让表妹开台直播，别闹了。晚上好，快点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午安，凌晨安，日落安。你喝我抖一拳，呵呵呵，快点，我们喝。原来表妹想补妮妮。等我一下啊。我不行啊，不嘿嘿嘿嘿嘿。一口气喝下去就没有味道，什么叫做一口气喝下去？不要摸到喉咙直接下去。那我们需要看一下肚子吗？我直接从那边倒进去。不然就是插那个从鼻子这样插到食道，然后再咕噜咕噜咕噜。拖台前慢点啊。有人问你那是什么？险金。我在打断你。哎，有人说不要呼吸。不要呼吸怎么了？哎，有人说欢迎追踪点下去。等我。啊！咸咸的。我们可能还有一半，还有一半。我刚怎么觉得，还不到一半啊？我怎么办啊？我刚明明喝了很多，怎么弄？你怎么那么快？太假了吧！哇！它很快。快吐了！为什么还有？真的整个没有呼吸就没有味道
我干了，谢谢。下台一鞠躬，我可以吃我的提拉米苏了。我要死掉了。我嘴巴怎么还有一口？谢谢谢谢礼物，谢谢礼物。我干了，表妹干了。我还有我还有。谢谢大家，下台一鞠躬，再见，再见。我好讨厌，我嘴巴都那个味道。喝完了，嗯。谢谢谢谢，谢谢礼物。好好。所以我的提拉米苏，所以我的提拉米苏。谢谢麦克风，所以我的提拉米苏。好恶心。耶，哎，没有叉子也没有刀子哎。你里面应该有吧？没有。里面有叉子。好吃好吃，你看。真的没有刀子？哎，有啊有啊，有刀子有刀子。有吗？在我们用刀子吃，叫小孩吃，有险金这种礼物吗？没有险金这种礼物，不要送我。你可以跟他们介绍这个东东。你的手怎么都是巧克力、啊？这是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。你什么时候喜欢吃提拉米苏？我不知道，我妈买的。苦吗？应该苦吧，提拉米苏都苦的。你有险金有？给你吃这个。不知道。巧克力。所以先给你吃。巧克力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真的、啊？这巧克力怎么办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上面的巧克力都不好吃。对，你、不是说不咳嗽？没有啊，你先吃一个。不要，你吃。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哦耶耶耶！恭喜你抽到再来一罐，没有，它上面从来没有写再来一罐。还要量体重哦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明天早上吃。好难吃哦。刚才谁要抖一千？抖一千是抖什么？说一千的呢？说一千的呢？傻子 gay， 你要直接这样吃哦？对啊，一起啊。那你要把那个撕开吧，还是你要直接挖？就把它打出来。欸、你也太粗鲁了，怎么办？啊啊！再这样子，太可怕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你刚不用拍起来吗？你刚是带着什么心情去摸它的？你刚直接这样插下去，然后你是要把它拿起来，好可怕、喔！暴力采集。我刚刚看到那个蛋糕直接这样变这样。好吃，没有很甜，好苦，屁啊，很苦，好苦。枫叶给500个就是1000了，很甜啊，我觉得，还蛮，刚刚好。拜拜，阿秋，给个玻璃鞋也行。现在什么？哎呦，吃播吗？你上次也在吃播啊？哪有？面包，好吃的是有点苦。以你的体脂，放心，我有瘦。我也有，我有瘦2%，而且我这个礼拜运动量比较大。他们说我是忠实观众，但是我才8的，表面是忠实观众。谢谢蓝色应援棒，8点半了，今天吃完就回去。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？提拉米苏，巧克力。可是又不吃苦的，你也很矛盾。
巧克力要甜的呀。巧克力要苦的啦，甜的啦。还比以前你也不介意，你一说到脸都凹下去，我真的我从来脸都没有凹下去过哎，我什么时候脸有凹进去过？这都是假象，是角度的问题。你们从下面看的话就是圆的。有人要跟我吵架了，巧克力要苦的，而且令人羡慕看现场。喝险金的时候，喝险金的时候不行，你要下去就掉粉。对，你一脸没变吧？对啊，从来都没有瘦过哎。你只要是因为你现在单看我的脸还觉得还好，但是如果旁边站了一个瘦的，你就会觉得我的脸很大。摇滚区。冒险者数字君怎么了？他在跟我吵架啊。这是什么？巧克力啊。好，可能是我主推 Mina 的错觉。 Mina 是潘思雨吗？对啊，生日会那天我的脸超圆的，整个人就这样，然后眼睛只有这样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多跟 Mina 合照，多跟 Mina 合照。 Mina 下巴很小，可是她是有一个，就是她有一个凹，但是我是圆。还有其他六位主播哎、欸，谁啊？有刘小姐，刘小姐，张雨林。好，我只认识这两个。他叫栗子哦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三个啊，其他其他有时代两位，我就有一位是日本人。嗯，那再一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再一个他就不知道了。比较有看到林依的，为什么？今天也好可爱，谢谢。不是阿布，谢谢金啾。不是阿布，对啊，不是阿北桑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在播的人。不认识林依。麻油。嗯。坐后面，对，好小哦那一天。说不定哪一天我还是会去客串一下。我刚刚在外面看你直播的时候，以为你去穿耳洞。我去穿耳洞，我没有穿耳洞、啊。假，所以我就说以为。你从来不会看到我穿耳洞。之前还买那个打耳洞的，然后结果没有用。去日本，然后那买了三个，有两个要给我，结果三个都给我了，因为有一个。你妈在试看看的时候，不小心打出去了就没了。买了四个那个。三个。手动的。三个。四个，然后他往后一个。哦。我买那个自动打耳洞，就是可以买那个，然后自己回去弄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说我弄两个，然后他也穿两个，然后结果。放了很久，然后我妈说要测试一下，她就在那边按，然后就啪，然后那一个就没了，所以就变成三个奇数。然后我不想穿，然后她就先穿，她就被我妈。可是我右边打过四个，然后左边打过一个，因为左边打了一次，你妈打完了，所以我又再重打一次，然后之后就上瘾了那一种，又再打了第二个，然后就觉得。右边在打第三个好像好帅，我就在打一个，所以我总共右边有四个，然后可是只有三个耳环，然后左边只有一个，不就很帅吗？我就超帅的耶。中二帅，中二666。耳朵上你太母汤，对，太母汤，打鼻环，他哪天就全部脸上都是孔。不会，我不会再打了，我不会再打了。耳朵很容易，他可能这样，一二三四五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照顾这三个就已经够麻烦了。
一直买耳环。对，会一直买耳环，可是都没在用。有耳洞就是一直买耳环。耳洞技能加9，很帅、欸。有没有看我耳环？你要不要玩游戏？玩什么？都可以。可以啊。耳骨有打吗？他应该到这边而已吧，他应该没有再上去。Gal 呢有看，没有 Gal， 但是他还蛮多耳洞的。我还有很多个，很多我等一下吃完就去量体脂。我还有很多送给我同学，表妹肉耳朵，好贱哦！没吃到，没吃到。你可以假装就是假装带给他们看，对的，好大哦，好大哦，对的，是欧美式的，应该啊，欧美式应该啊，嘿嘿，你要变胖了，不会，我会克制，我会克制。好天啊！吃太多的时候就会肚脐的环哎，往天，痛死痛死！那个大便会不会从那边出来？不会，有一个洞。这是什么、啊？你有戴过这个吗？我怎么没看过？有啊，它是这样用的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是说，我怎么没看过你戴？有，我有戴过。你有戴过吗？我有戴过。你怎么会戴这种很？欸，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衣服可以配。七个人在直播，今天耳环是史努比的好朋友。这边是史努比，旁边那只叫什么？不知道，那是西瓜。耳钉有，耳钉是爱丽丝系列。耳钉在这里，这是耳钉。你可以这样子夹住呢，我给他们看。有钱吗？爱丽丝，我也有爱丽丝的那个耳夹。耳夹，耳夹。我爱丽丝系列买了四个，这个会不会太长了？会，另外一个不见了。另外一个不见了。Wood stock 是这样念吗？你念一次，你念。我不会念啊。我也不会念。Wood stock。你要考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吗？真的是很可怕、哦、你说要玩什么？什么样？等一下，等我播完再玩。玩劲舞团。考虑。乌德斯达克。嗯？乌德斯达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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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ntastic， 是这样念 ，Fantastic， 成了是日文发音吧？那个我刚刚念的 ，Fantastic，Fantastic。我们来看谁嘟最久。一，我不要很吵。快点，一二三。很吵啊。念对，念对，真的吗？我没有念成日文发音。你直接放弃？你会吹口哨？他吹口哨用吸的、欸，用吸。欺负戴耳机，他说你欺负戴耳机的。对不起嘛，让我走。是不是很喜欢玩桌游？也没有吧。没有。你们怎么都玩一些屁孩在玩呢？讲好听点，国小生在玩的。用吸的怎么吹口哨？不知道，我吹得出来、欸。他怎么用吸的？他不会，他不会吹。你吹。能吸就能吹吧，真的吗？
有可以用个叭叭叭叭叭。没有没有那个声音，头脑不行，玩不了桌游。有什么桌游？我前几天在台北有看到那个桌游，就是有卖桌游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，我就想说，很想玩，可是没有朋友，可怜买不下手，可不仔，可不仔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可怜的意思啊，就是什么很可怜的意思，年轻用语吗？那很。吸的不会吹，两个傻呆，他是你傻呆。哪有哪里有人讲？谁讲出来？别说我快哭了。你玩过三国杀吗？三国杀是什么？三国杀是什么？三国杀是什么？打打杀杀吧。跟历史有关的吗？那这样我们就没兴趣了。这台画风越来越怪，这台画风。画风，哎，你去。玩溜溜球，我不会玩欸。而且之前有监狱欸，你会监狱吗？监狱是什么？监狱。溜溜球在哪里了？桌上，化妆台呢？你骗我？哦。其实你就是你，七十年代的桌游，他说三国。象棋吗？不是吧？我听不懂这种。我也听不懂。你不要砸。哦，我在这边玩。你在那边玩就好。哇！很笑声很奇怪。哎，玩溜溜球，单挑溜溜球，他叫你跟他单挑溜溜球。我不会熟。你不会熟？傻眼！我傻眼，我直接傻眼。是桌游啦，有网络版，适合没朋友。可是我没有听过哎。PTT 他刚要杀我，他刚要谋杀我，可怕！他等一下会就会突然冲动，然后我就消失在这个直播台。那一个球啊，我就直接下去。马尼会卷线，我好感动。我已经卷习惯了。哦哦哦哦哦！表妹怀恨。哦哦哦，犯案现场。我不要玩了。他不要玩表妹不喜欢需要用智慧的东西，他不喜欢玩拼图。我有吃的，要不要吃？不要吃看看。不快点吃，这两个都超难吃的。不要吃啦，很好吃。不要啦，你刚刚都比我喝那个东东了，都没有讲什么了哦。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快吃！你总是吃这些垃圾食物，所以你要喝健康的东西。我感冒好了。你刚没？他是偶尔出来玩而已。就是还没好，还没好。快吃吧！不要吃这个海的盐，柠檬。柠檬口味，海盐柠檬超好吃，我跟你说。Big number one， 我跟你说。Put 什么大脚吗？超好吃的。表妹明说了一堆，我都觉得痛。这个超好吃，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那是爆炸糖。不是啊，爆炸糖是什么？不是啊，他太喜欢。他不知道爆炸糖这个梗。我知道怕爆是什么梗，柏林的梗。那个爆炸糖是结心的，它是咸咸又甜甜，哎、欸、不咸咸又酸酸又甜甜，咸咸又酸酸又甜甜。表妹100公斤，好哦，好哦，对的哦，好，我再去量一次。我是哦，我是没错啊，对啊，你讲对了，哇，哇哦。你讲对了，他很开心。我的口红去哪里了？我在这里。你不要离林一那么近哦，不要把感冒传给林一。我意外的很不会感冒哎、欸，我很不常感冒，没有你了。
你上次跟我去买晚餐的时候，哦，我才吃你吃过的东西，笑死！什么牌的口红？谁赞呢？你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啊？谁赞呢？谁赞女 ？C E N 什么什么 ？C E N 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今天帅气，我今天帅气，我帅气。我明天十点之前要出门。嗯，所以呢？所以好像不能玩太晚。明天八点要出门。去哪里？台北。快。礼拜六啊。所以。练习。礼拜日嘞。练习。有没有偷用你的化妆品？不会偷用啊。我自己就有了，还用他的。他画眉毛。只画眉毛。对，我只画眉毛跟口红。你一发音很棒。林一元收口红，林一元收口红，十点随便都起得来吧？对啊，十点随便都起得来吧？对啊，我前几天四点就起来了。所以你一定可以的，你四点再睡就好。因为我还要起来洗澡啊。你为什么不要晚上洗？都可以啊，但是因为拿那个净炉就是要洗澡啊，不管晚上有没有洗。啊，现在洗跟早上洗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你都用这个牌子吗？我喜欢这个牌子的口红。还有什么？腮红也是这个牌子，是吗？腮红也是这个牌子。没洗就睡不会痒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晚上不洗澡了？那你不是说你早上才洗？我说两个都要。两个都要。背包，表妹晚上不洗。喝是我的。没洗脏脏，还有洗。误导了。嗯，林一最帅，全部靠边站，为什么？一天洗两次哦。不是，有那个活动的时候才要洗。所以你到底是洗早上还是晚上？有活动的话，去之前要洗一次。没有活动的话，就正常啦。就正常了，表妹是静香常洗澡。你是静香吗？我不要。她不要，她不想被偷窥。人不能太常洗澡嘛，夏天就是要常洗澡啊，不然会死掉，欸，会死在那个床上。太黏太热都是。前几天就是很热，所以开电风扇。洗了不就马上脏了？对啊，洗了不就马上脏了？欸，他直接已读我，欸，他现在不知道在看手机在干嘛，他在跟不知道在跟谁聊天吧？我在滑我的 IG。好像明天要冷，今天变冷。然后明天应该也是冷的吧。Hello， 表妹也读不回，表妹很认真的在滑手机。表妹很嗯糖。粉丝团增了好多，哦。表妹很嗯糖。IG 粉丝。你有？对啊。他利用你们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但到时候再退掉就好了。他不退掉，他要退掉你们，看他读回。我知道卡丘有来追踪我。嗯哼，最喜欢你，谢谢。怎么还没九点啊？我想要混到九点。好久，哦，快要九点了。是史努比，盗版史努比。我昨天去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班级吗？好了，我回来了。班级吗？那个，我去 Uniqlo 又看到史努比的 T 恤，可是不喜欢那个材质。然后还看到那个史努比的专卖店，怕爆，那个价钱怕爆。
还好我那天没有带很多钱，不然我应该我应该直接死在那里。觉得时间过好看，对吗？我觉得好慢哦。谢谢偷偷喜欢你 ，Hello Wilson， 下班了吗？史努比买起来，史努比买起来，好贵！我看到他那个手机壳，好想买，好想买手机壳。有人要我 IG， 可是我不告诉你们。没账号怎么追？去卡丘，然后看他追踪谁。对啊，去卡丘了。因为你一起直播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还有一个。回的有够加酒风，品涵的粉丝，他说你回的有够加酒风，谁？什么意思？八加九，有吗？不知道。我喜欢的也是贵狗狗，贵狗狗，猫咪最可爱。贵狗狗，你说大耳狗吗？猫咪最可爱。谢谢谢谢芳芳的礼物。猫咪，大家记得要去买票哦，来看演唱会。因为他来追踪我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封面那些全部都是大耳狗，好贵。对啊，我买了大耳狗的钱包，真的超贵，在机场买的。不，大家记得买哦。有人找到嘞，演唱会，耶、yeah, ！去。代替表妹去看演唱会，你会去吗？刚刚没看到什么？你说这个演唱会吗？我会去哦，我会去哦，大家去吗 ？Super Ben， 他现在抱头在沉思。前排二 K 吐血，我也吐血，我之前吐圣文是谁？圣文就是刚刚说要跟你溜溜球 PK 那个。来呀、啊！已经站左边多还是右边？我站左边多。我天！我看到他。我应该站左边多吧？铁塔。嗯，对，我站左边多。舞台的左边，舞台的左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哎，他说你很厉害。好厉害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对不起。请求原谅。好像右边，左边吧？啊。观众看的话应该是坐右边吧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是你耶！面对我的右边。你会穿旗袍哦。哇哦！陈写真啊，新年陈写真。哇哦！你们买右边？对啊，你们应该是买右边吧？跟你吃的一样耶，很甜的冰叉冰。我吃的是西瓜。马上投降！他说你不要马上投降。蛤？他说你不要马上投降，你太可怕了。可恶，买中间啊，中间也可以吧，中间视野比较好啊。表妹几岁啊？跟我同岁，但是她还没有生日，所以16岁。投降输一半，投降输一半。哦，好酷哦！哦，再试一下，我要买2000包。快点买2000包，来找我啊！来听演唱会。他只会溜溜球吗？表妹在哪边？表妹在哪边？他在宜兰，他站在宜兰。表妹住很近，他就住我旁边隔壁的房间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在听？嗯。表妹要不要去演唱会？你带我去啊！我带你去，我给你票，然后你去看。有没有特等席？2800，最前面。表妹什么种人？表妹什么种人？我不知道。哈？怪种人。欸，不要追我，拜托，我有丑照。坐保姆车，什么坐保姆车？保姆车不都是明星在做的吗？他是说你吗？谢谢傅伟，谢谢傅伟的礼物。听起来好萝莉啊，他就娃娃音啊。Hello， 宝贝那个，在咳啊？我没有。变谁啊？
不要投降，我让你三十秒，他让你三十秒。那我三十秒，我也没办法。呀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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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好了吗？我想应该是没有好吧。谢谢为你守候。剩十分钟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今天要准时关播。对，我好像感冒一个礼拜了吧？超久不止吧？超过了吧？两个十四到现在吧。我知道十四，上个礼拜日，上个礼拜日到现在，只有上个礼拜日吗？我觉得还要更久。上上礼拜日到现在，那不要走，那不要走，我好想走。你一拖时间意味浓厚，对啊，十年才能看你一次，来演唱会就可以再看我一次。啊，没有，最快的话是3月30的台中。谢谢峰峰的新之冠。你干嘛比完看我一眼？因为你转头我就看你一眼。谢谢为你守候。新加坡怎么去演唱会？新加坡去不了呢。在哪里？新加坡。我说你的那个在台中。对，我现在学员在台中，这个在台北，演唱会在台北。来丢丢心之冠，谢谢为你守候，谢谢炼金糖果礼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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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满满的心之冠，没有心之冠，尴尬尴尬了，是心之冠。你每个直播我都有来 ，OK OK。要来要来，等你们来演唱会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哟！2800花下去，花下去，2800。台北、台中都离我高雄好远，不要叫你名字而已，我忘记宣传。对啊，要来哦！还有3月30号台中。偶像学员，快点坐高铁来，坐高铁来台中。不能来的就不能来的怎么办？买生写真，丢礼物，推坑中，疯狂业配，我要业配，IG 大家记得要去追踪我的 IG。虽然我发文会非常的缓慢。越来越那个时差拉得越来越长。俊杰在台中等你，我会去台中找你。诺比塔表妹不会去啦。特推陈思雅，神推林杰林依云。哦，谢谢峰峰的枫叶，谢谢峰峰。在台中老虎城等你来。表妹不会去，我要去台中老虎城，我找表妹一起去玩偶像学员好了。我们去宜兰玩。表妹要水表吗？关直播前做一个好 pose。 我的手手可以录进，我没有好 pose， 不能追踪就念人家推表好不？这为什么关不起来？为什么我不懂，我想要关起来。表妹还好吗？表妹不太好。我很好啊。表妹都听什么团啊？她有在听歌吗？哼哼，她好像没有在听。被表妹念名字，原来这是你21岁大叔的。怕？不是啊，不能一追踪就翻人 IG。啊，你们追踪我就可以追我的那个，翻我的。这是什么奇怪礼物？爱配温开水，爱配温开水，有哦，这个谐音，应该用小账追的。可恶啊！我也要开小账。你用一个专属粉丝追。表妹喜欢的你。恶意被叫大叔，那我也是大叔了。
我也是大叔，我的内心是个大叔。你是大叔控，我是大叔控，耶、yeah! ！我喜欢三十岁，刚好喜欢的声优跟演员都是三十岁，三十四岁。小账名称叫尔丽塔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被你们找到？那这样就不叫小账啦、啊。尔丽塔，但是是尔丽塔没错啊。不是那个尔丽塔，就是那个尔丽塔。嗯，汤哦，这个三十五岁高中生，这是一个日剧的名字。是啊、哦，你不知道，笑死。你说一个阿姨哦。嗯。哦，那我看过了。可不，你太晚生了。太晚生了，那他几岁？七八五岁。还是不想当大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表妹还笑那么开心，我知道，我哪里不知道了？我真的好疑问哦。怕，怕。珊珊，我十七岁高中生。你唱两子的戏，对我知道。我还没看到结局，我好想看结局，我想要直接看结局。米仓凉子，我爱基友，想看表妹捉弄你，捉弄我，怎么捉弄？哎哎哎！答案都出来了，不算。哎，你接，那你还问？你是真大叔。跟韩寒同岁，跟韩寒同岁，哈？十五岁吗？那个韩寒，邱碧涵吗？不是，我不熟，吓死我了。表妹可以当固定嘉宾，韩寒不行。他每次来都很吵。我不可以当固定嘉宾。我是偶尔来的。害怕你们看腻他。对，所以不是看腻也很好啊，随便。又 S 表妹，我没有啊。哈？两分？嗯。我要念排名，然后我就可以结束了。好。今天超混，今天超混。没有表妹你很无聊。第十名是噜噜噜噜噜，于志伟。谢谢于志伟，谢谢于志伟。第九名是亚瓦卡，谢谢于志伟，谢谢亚瓦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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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瓦卡。谢谢第八名北人神推，北人神推。你有画过他的图？有，在座山。第七名是小杰，小杰，谢谢小杰。贼贼，第六名是透露奖，透露奖，透露奖，透露奖。第五名是 TTP push， TTP push， TTP push， push。第四名是金佑，金佑，是刚刚那个跟我答案的那个金佑哎，谢谢金佑。原本三。小孩说话。突然，第三名是傅维。傅维。傅维。那个溜溜球很厉害的那个。不是那个。哦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第二名是风风。风风。一直送枫叶的风风，谢谢风风，你的大头贴好可爱哦，是狗狗哎。多几嘞。第一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。完全记错，我只记得卡丘。谢谢 Wilson。威尔森，我的大头贴也很可爱，找回了大头贴。我大头贴很可爱啊。你的大头贴，照片假的。卡丘也记错过，所以我现在记得了嘛。他现在在努力。卡丘呢？看乒乓，乒乓。看乒乓，乒乓。这样走路啊。
表面都贴只有一半，上次也那个脸也只有一半，然后被你们截图，应该吧？就这样吧，大概就这样。永远只露他的眼睛，就眼睛嘛。你的大头贴很可爱，表妹的大头贴也可爱。好啊，那我改复位。哦，这叫圣文哦。哦，对不起，圣文，我记住你了。对，圣文。圣文。溜溜球。圣人的，你根本就侧脸嘛。侧脸嘛。圣文。大头贴很好吃。哦。好哦，哦好哦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表妹的脸跟声音搭不太起来，什么意思？这圣文的暖暖赵葵，哦，林荫的照片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楼君哦，他每次我一进去，他就说表妹来了，表妹来了，什么之类的。但是，他大头贴是他本人吗？怎么那么正呢、啊？应该是吧。再见再见。九点九点。这张自己画的吗？对啊，自己画，表妹画的。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？表妹画的。表妹画的图在哪里、啊？好吧，临时找不出来。上次的给没有看过的大家。上次在那个张法法，说这话。张法法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上次在张法法的那个直播里，那个他抓我的？谁？楼君。我不知道。我在问他，我没在问你啊。超好看。你说这个吗？我刚刚其实有画错了。笑顔は世界を救うよ。笑顔は世界を救うよ。嘟嘟嘟嘟。哎，你的蛋糕不要拿去冰了，会不会坏掉？我差点打嗝。傅伟来追踪我。你说这个吗？傅伟。傅伟跟圣文，你的喜欢的颜色是彩虹，我的应颜色擅自加了一个黄色。摩羯座宜兰人硕士君，硕士君，硕士君，我觉得这个画的好可爱哦。楼君，宅宅，我是宅宅，超宅，被。圆周率是才艺，追踪 IG 快 IG， 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然后我喜欢的名言，笑顔は世界を救うよ。对焦有点跑掉，他根本对焦不到，他从来就没有对焦到我的画过。我每次看重播，然后就看到怎么那么模糊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那就怎么翻译？嗯，笑容可以拯救世界。上次法法台的是抓最严重的，现在十个人在播怕，真的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消息？哦，好像有跳出来，可是我没看到。法法跟你和你聊天。H 大好き，谢谢芳芳。光头感觉不错，你觉得呢？他现在没有在看你们留言了。要他们在问我问题，我进去，我进去。我不知道、哦，连结开播了，用笑容拯救世界，希望这么简单就好。对啊，爸爸还跟我聊天呢。你们熟吗？不熟啊，我跟他，我没有跟他聊天啊，我没有回哦，有我说了一句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，然后就有人说。这已经不是秘密了。那谁要量体子明天呢？应该是明天吧。我要截图，我自己截，我自己截。自带音效。咔嚓，咔嚓，咔嚓，咔嚓。滴滴又要被撕裂了。滴滴是什么？滴滴地狱时间。滴滴是什么？谁都喜欢。
弟弟，全部人都喜欢。对，我日文啊，日文翻。哇，诗歌了。这不是你座右铭吗？你说刚刚那一句吗？誰でも大好き。这句吗？这一句吗？誰でも大好き。应该不是吧？因为你单纯，你刚刚不是打截图。有人，而且你不是弟弟，要跑很多台。为什么要问？奥威尔森。奥威尔。奥威尔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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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能要可能越来越重，没有吧？我觉得我好很多了。我现在眼睛有那个圈圈，光圈。我喜欢那个光圈，可惜它不在我的正中间。这样，我光圈嘞，好哦。有看到我的黑眼圈吗？拜拜，下次见。爱心光圈跟那个 AKB 048一样，一样吗？一样吗？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在设预告。